就看当初吉隆坡马来西亚来的，我本身是一个叫 Datoh Capital 的一个投资项目的一个人兄啊。另外呢，就是我们本身也是在这个网络的事业，然后有一家传销的公司的事业在吉隆坡在运作的。所以呢，在这里两个东西的里面呢，我们一路来就是在做这个企业管理跟这个企业怎么样的成为一个 IPO 的那个主角者的。今天呢，我来到这个 PIF 就是新加坡上这个课的时候呢，其实呢有一点类型的，就是讲一个人要上到去到一个上市公司，他到底懂不懂什么是上市呢？在这个 PIF 的平台非常好，尤其我们的这个专登的老师他比较很清楚，因为很多人上市，我们老板上市的时候，他知道上市，但是知道了上市的观念跟那个做法跟整个运作的模式呢，有没有呢？就未必的。所以呢，在这个 PIF 我可以讲呢，就是一个 integration， 这是一条龙包到完，所有的东西在里面你可以学到，所以这个课程非常好。尤其呢，我本身也是做这行业呢，我为什么要来上课？因为这个平台在我们外面是没有的，很少。我们不是竞争者，我们是合作者。所以在这个合作者里面，如果你会来到这个 PIF 这个平台，你认识的人更加多，你交换的那个意见跟这个经验呢也非常多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个 PIF 的这个平台呢，是应该叫我们很多马来西亚的或者其他我们所认识的企业，如果要上市，他应该要经过这个平台学习过后、磨练过后呢，他知道了整个观念。所以你去到哪里上市的话，你已经有做一个叫准备功夫。所以这个平台非常好，非常鼓励你们去上。我本身就是觉得这个平台的那个教育呢是非常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很清楚，叫很明朗化，叫把每一个细节都跟你们解释。上市是很多人知道，但是上市的过程中有没有人知道呢？这个细节有没有老板真正的去了解呢？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介绍顾问或者叫顾问去做，但是呢，如果老板本身会了解的，你对于你的价值观就是非常好。所以在这个时代的时候说价值了，有什么样的价，你知道怎么样的值呢？就是看你本身学习的知识几多，改变那个方法几多。所以 PIF 这个我本身的感觉，今天就是短短一个课程就让我了解了一个观念，就是他们做的准备功夫来教导你们怎么上升是非常好，推荐一定会有。因为我们马上有些上不到了，我会带来过来叫他做顾问上，所以呢我能够带他们上了，我会带他们上。我们讲顾上，顾上，看看项目怎么样去配合。